强哥，来，武力来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杨明威，我在《熟女养成记二》演的是小杜。他就是很活在自己的世界里，然后很乐观、很开朗。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呢？就是今天的事，明天再说，有的吃就好。三哥，虎力来了。是一部你可以用很严肃来看，那也可以用很轻松欢乐的一部戏，就看你要用什么角度切入，都非常适合。说细一点啊！我不要，我要减肥。你这样还肥啊？对呀、啊。思思，你不要怕，我现在变强了，所以不管你到哪里，我都可以保护你的。妈，都是王小杰啊！说什么要来店里帮忙？给我根本就来乱的。现在还点罗宋汤，我跟你讲，他明天十点。哦，好啦，我准备要叫人家送货。中南这里很怪，听我说什么要促进地方发展，创造就业机会，结果呢，这边谈化学废料。旁边的资料。哎，你女朋友遐尔多，有多少愿意让你做爸爸？无咧讲遐啦，若是讲到这哦，一定无法度做老爸啦，连手拢无爱让我摸咧，照干那杯咧。有钱哦，大家对你就尊敬的啦，啊，甲你娱乐，甲你哄胎，啊，若无钱哦，大家有感觉？就这问题啊！我收到，有人要跟我生囝。啥？我才人讲真正。我不是在意，伊个要我钱。不是在乎，会使乎你钱。哇！真是。恁两个即马是穿情侣装了。阿四哥，你啥物要单调，啥物要回收？这两个要单调，还是啥物回收？哦。这边回收，你上网卖掉，浪费。居然有这一部！哎，你这么没有 sense 的人，居然有会看这么有 sense 的片？是啊，董事长。哦，王牌冤家，不可以叫他王牌冤家。洁净的心灵上有永恒的阳光。哎，叫啥你嘛同款，你歹看到要死，看困呢。